非常感恩啦，因为有这能力可以回馈花工嘛，然后到了今年也30届，然后也是希望可以传承更多经验给小朋友，然后也希望更多职业的好手可以不一定要是原住民，像去年就有张振宇跟思豪他们都有加入，所以只要你们有意愿要跟我们来参与这个活动，我希望大家都一起来，然后帮助花东地区的小朋友。我跟尤其是第一个受惠这个光华一杯的嘛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凭着以前学长的心态，就是为什么要回馈我们基，就是我们东部的，我们东部的资源比较贫乏，所以就会想要靠自己的力量，然后再靠我们原棒协的那个能力，然后帮我们慢慢一步一步的带起来。对，当年就是一样，跟刚刚的那边南国小一样，都很害羞啊，然后就是去。不是要输赢的，是可以看到职棒球星，然后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。不只要走30年啊，我们希望就是走50年，甚至100年，因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，就是回馈给偏乡花东地区的小朋友嘛。因为我们曾经走过来，我们知道花东地区的学校，甚至是球员，他们的资源是非常的薄弱。那我们希望借由一点点的力量能够带给他们，也希望他们有一个目标，可以跟我们以后跟我们一样，可以走到棒球最高殿堂。对，这是我们的期许。